惊喜，学校以这样的方式给我们空投教师节礼物。我今天收到的是一朵玫瑰花，我会带着这份美好的祝福，继续坚守作为人民教师的初心和使命。为了庆祝这个盛大的节日，给老师们一个浪漫突袭，学校在军训的时候就开始收集学生们的教师节祝福，提前在网上选购鲜花、润喉糖，组织无人机专业的学生自制抛投箱，并且不断地进行空投测试。最终呢，借发放教师节礼物这个契机，把老师们集中起来，制造这场浪漫惊喜。